兄弟们，最新到货，这批机器可以说是非常稀缺。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机况哈，是卡贴 14PM 256G 大内存，屏幕和边框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。那么像这种，你们看同行还在出多少？128G 的卖4899，256G 的报价5399，但是在小杨这里直接加量不加价，4899直接拿下 14PM 256G。当然，这还不是今天的重头戏啊，像这里今天这一筐一筐的有50多台的机器，对于大家预算不多又想体验 iPhone 的人来说，无论是价格还是性能都是非常合适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款苹果12 6.1 英寸的 OLED 屏幕，观感清晰度非常不错， A4 仿生处理器，还是首款支持 5G 的苹果机型，性能方面也完全不用担心。最关键的还是价格方面，目前国行的 128G 小量在咱们家报价2399，但是像这种卡贴 64G 的更是只要一字头1399。然后就是这个13香了，更加强大且稳定的 A15 处理器，加上流畅的 iOS 系统，再用个3-5年也是轻轻松松。当初128G 的发售价还要多少钱呢？5999起。但是今天在小杨这里，128G 国行小量报价3099，而卡贴128G 版本更是低至2199起。还有一些少量的卡贴13 Pro 128G 的，如果说对成色没啥要求的，那么像这一款就是目前的性价比天花板了。小花我们来货2800，小杨直接2899出。当然量级的话，可能要贵个200左右。那么现在4月份也正值二手手机行业的一个淡季，如果大家还想了解什么其他机型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杨哦。